属狗的朋友们今年终于可以走出谷底，整体的运势缓缓上升，事业的运势有如枯木逢春，峰回路转。今年在工作上就算遇到困难障碍，只要勇于开口求助，上司和同事都会愿意鼎力相助，工作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。2022年将会是机会涌现的一年，只要你愿意改变自己，多加进修，让自己拥有专业的技术，与时并进，为美好的生活奠定了重要基础。财运方面，正财要用心经营，只要保持良好的理财习惯，就能够安稳守财，积蓄也能稳步上升。感情方面，属狗的朋友们在工作及家庭之间要懂得平衡，必须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家庭，提升生活素质。健康的运势平稳，平时多摄取钙质的食物，多晒太阳，能预防骨骼疏松症。今年你的幸运号码是1376，幸运水晶是紫锂辉、白松石，祝你好运。